台湾正面临一个重大的司法变革，我们的台湾需要你，需要你的声音，你的经验，你的想法，你的勇气。我知道，让我们的法律保有人性的温暖。你第一次有权利打破人与法之间的藩篱，帮自己和所有人的未来做一件大事，让台湾再前进一大步。全体国民的新任务，你就是国民法官。